红单推荐热门赛事，精准分析，任君挑选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各位带来德甲分析，勒沃库森对上法兰克福。勒沃库森是老牌德甲强队，打法注重进攻，防守偏差，不过近期成绩越打越好，状态处在上升期。法兰克福本赛季拿分靠主场，但客场则偏差，战排联赛第十二，近期受到欧罗巴影响，体能也消耗不少。本场比赛开出主队让半一，考虑临场还有变盘可能，获取本场最终推荐或是其他赛事推单，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体育交流群，让我们一起开心的聊聊球吧。进群请添加我的微信 LIFE 176666。